好，我们继续。扳手。嘿，多格老师。等一下，按到了。他说未知的技术，可是幕后却说是美国。一开始定位是在说未知的生命体类似。扳手在扳手是神器哟、哦、还是如果有扳手可以装备，打下去的伤害一定八万一千。我走错了，建议好多。刚来沙漠的时候，我们盯着窗户看，说里面有一双眼睛在看我们，而且昏暗的看不到。实际上我们在里面明明就非常亮啊。不是说有腰包，哦，有了。我们准备打 number 9。
哇，这什么都没有。不够，有热带鳄应该够了。真简单啊！对啊，一代我们有变天使的招式，只有二代我们就没有了。其实这小女孩好像才不到一岁。哦，这二周目哦，快说一下。大家对剧情有兴趣的，可以看我先前的直播，我在 YouTube 也有放直播完的影片，算记录档。骚啊骚啊骚啊骚哎！就像你把那个皮尔斯 NTR， 我们可爱的皮尔斯，你和皮尔斯做我故意要你怎样啊？骚骚骚！然后这时候我们。哎呀，在后面剧情可以明显感受出，他根本不把这件事当一回事。哄几句话就可以拔到妹。好像听说这边有东西。15，我这边就有提示。
算了，我们出去吧。有椅子。你、yeah.。啊！我们去找车子。再来，车爆掉了。哦，嗨，是的，我是新手，我这是第二次玩，前面一周末玩得很辛苦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才看到你的聊天室的说话，人还在吗？人还在吗？不好意思，哎呀，人好像不在啊，糟糕了，我这边我刚刚又错过了。啊，希望这位兄弟。之后看我的记录档，可以看到我错对话，十分不好意思错过他的说话，电话线算断了，我来打个字看，来打字一下，希望他之后看到我关联的影片，可以看到对他留的话。是啊，哎，对，这是重开模式，就第二次玩，我想说上一周目玩的有点吃力，所以就给它重开。啊，还好您还在，这样没有错过。哇哦！这是阿模式没错，就是一周末结束。上次我是67000分，所以继承的是12发散弹枪。哦，听到喽。
来虐菜。上周末比较吃力，我这个稍微平衡一下。哦，又来了。燃烧弹，哦，我们来试试看，装填，晚一点就要打那个喷火的大胖子。哦，想说顺便赚一下钱跟那个 EXP 啊，虽然说这是从那个 R 模式，不过看到就是说，他的道具里面可以买到技能，弹药，救护车。如果像要避开战斗的话，死亡模式会比较需要避开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用火，第二阶段，现在经验值刚刚好，升一下。现在等级三，嘿嘿嘿。算不错，燃烧弹。燃烧弹不错用。去哦，彗星一级是啊，哦，慢慢走过去。不过我现在是用跑步，想说闪电多射几发，也就像马有时候走比较远的时候，它还没起来。其实比较懒人包，在那里。存档，
等一下就打那个喷火网。喷火网我记得是要用雷电，我上一轮就用雷电，直接铲虐，好像是3133。哎。有台收银机，先按那个警示键。倒地之后就会暴击。3033，记错。哦，有，因为我上一轮有试过，就是那个短角放那个风，那个风。雷电第三等级，他火都喷不出来，然后他就在那边打不到我。拿不到汽油瓶，等我一下。哦，看到了，有渗水。我们去6号房旁边。有敌人哦！燃烧弹好像也蛮痛的。野马万能钥匙。接下来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开。这里我们在柜子那边输入4487。4487。装备。哦，水怪。那之后就要准备两种弹药了。放到死。然后弹是来虐士兵哦。士兵说到士兵就想到上一轮我拿 N4A1 的时候，士兵真的有够难打。
那时候打士兵，我是靠就是一年，前面怪我全部都刷了，刷了之后那个等级就经验值那些都蛮高的。还有两发燃烧弹，先把燃烧弹用完好了。哦，外接听啊！技能加速代谢。吸收，怪物好多。我是后来学到那个光能球，光球啊，遇到的时候隐形兵啊，遇到的时候先放，然后隐形兵抓完我们之后，我们挣脱，然后隐形兵就被打死了。N950重量蛮重的，哦，N950好像蛮多人都推 N950。我们前3700恢复剂太多了。就好像能量球吧，这边的翻译叫能量球。对的，就是那个一闪一闪。接下来他叫我们去6号房间。3号房，P08可被围殴的时候，如果不用技能解围，蛮困难。之前有用，他加弹仓是32发。那个是卡尔的那个好像叫 P22 吧。那把它有闪光灯，还蛮不错的。
哇哦，好厉害哦！我普通都觉得有点难了。在避难所里面的那只隐形蜘蛛网。我第一轮走的是拯救皮尔斯，所以没有麦克龙，很残酷人。你去二楼。想到我第一轮整体都是用 N4A1，现在想想还蛮惨的。那时候钱6万多就也没想不到说要买什么。不过我没有去拿那个射击场奖励。有射击场，那时候如果我去拿射击场奖励，有护目镜就可以防止盲目。大竹竿那时候有2个空间。效果只有一次。总之，我们先来打这个喷火龙。看一下我们的数据，19%哎。我这次没有要拿100%了，只是想说第二周末玩一下。哦，你是说那个？圣水吗？糟了，我玩的
我自己也有点忘掉自己说什么，糟糕糟糕。这边睡觉，啊，护目镜，哎，消耗性道具，效果就一次。哦，那个护目镜那个射击场奖励，哦，我还以为是装备的，结果竟然是消耗性道具。哦，还好，那还好没有去射击场，要不然浪费时间。好，准备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AR 洗澡画面。第三次生日要通关50次，然后才可以有洗澡画面，我们这边不用。那我打完这王就存档休息好了，现在12点半。好像减伤75%吧，还是减伤25%，还不错。后面四大神器我都有装，幸运轮、符咒还有那个水晶骷髅，武器攻击加20%，然后招式攻击好像加25%吧，然后还有那个幸运轮，幸运轮最棒。圣水，哦，圣水，对啊，现在就有圣水，好多圣水，石灰二真敢放啊！当初销量一大堆，应该都是这个吧？超高质量的戏剧动画，超高质量的洗澡画面。后面打婴儿的时候，那一级必杀炮轰下去大概是80多滴，放2次加护啊，然后加圣水80多滴。还会滴口水，很多细节都有注意到，还不错。出来！第三次生日大家都泡得蛮惨的。哦，海底大战争里面也有一个王，他脸会像这样。
整个烂掉。喂，好像可以瞄准吧。哇，好痛哦。没子弹。来放这张。好，自己毒死。抖动，抖动，抖动！好，榴弹、空爆弹，使用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去找道，不，之后就去找道格拉斯，然后我在这边先存档。那么今天晚上的实况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。那么谢谢大家收看我们黄金城先生的频道，这个怀旧系列一模二，别称是寄生前夜二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收看到现在辛苦了，现在是12:40。哦，之后我还要切影片、转影片，之后上传到 YouTube。也是啊 ，N950。谢谢大家收看，那么就到这边咯。好，大家明天见咯，拜拜。明天下午的实况还没决定要实况什么，不过固定每天，除非有事情，都会下午跟晚上两场实况。晚上目前就是寄生前夜，下午的实况。逃鬼传会是预定的游戏目标。好，那么就先这样咯，拜拜。